这个车主好奇怪哦，你看了车主，你有啥还加我是玲玲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玲，后面那位请走开。好，欢迎到玲玲开上去。那我要负责这边，好热哦，你负责那边。这边有冷气吗？三二一，来。好，这是我们麦当劳抽抽乐的新的奖品，这次只是先开箱而已，是第四届还第五届的？这可能到时候已经第四几届了，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印章抽抽乐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猫咪抽抽乐，以后才换这个麦当劳抽抽乐。这样可能是第七届，妹妹拿给我，我来介绍。我要来摸彩。这个是 Hello Kitty 的一个旋转的，这是 Hello Kitty 的玩具。这个东西好圆哦，这个太圆了吧，好圆哦。好，这个是它头 Hello Kitty 的，也是一样转转的，一模一样。Oh my god， 这个又是好圆哦。这是 Hello Kitty 的人鱼。这个是。因为我可能还会再抽到虫子。这是杰里宝可梦伊布的陀螺，伊布，哇，宝可梦耶！这是杰里宝可梦皮卡丘的一个，哦，可能有套圈圈，套圈圈，还有那个皮卡丘那种，这是精灵宝可梦的一个什么的什么一个射出去的啊，这是圈圈圈。等一下，它那个它好像这个轮盘是精灵宝可梦的某个代表。哦，好像是万圣节的，万圣节的啊，真的啊。好，这个是Hello Kitty 万圣节版，他扮女巫嘛。我看一下这只，好像它是女巫啊，到时候我们抽出来再看好了。哇，我猜对啦！它真的有摇滚女歌手，摇滚猫。把它翻过来，因为这样也比较好介绍。一只狗狗老鼠，那个这是精灵宝可梦的那个，它叫什么泡泡？泡泡狗狗。我家又是机器人。这个它叫什么道？我也忘了。又是我才是机器人，我明明知道它。来，机器人。好，这是机器人那个英语对话，好酷哦。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精灵宝可梦皮卡丘的一个。我也不知道哦，它是那个色的，那是皮卡丘的哦。来，皮卡丘，精灵宝可梦，皮卡丘给你，精灵宝可梦皮卡丘的陀螺。知道，小车车。好，这个是一个玩具小车车。Hello Kitty 超人，这是 Hello Kitty 女超人，太多了，一只小鸟鸟。哦，那个精灵宝可梦的啄木鸟一个真，精灵宝可梦字典坏了。那就是那个车车，这也是一个。这个车主好奇怪哦，你看了车主。哦，这是好笑，美人鱼，这是 Hello Kitty 美人鱼版，为什么？一样的东西，好酷哦，车 ，Hello Kitty 一样的车，哇，姐姐 ，Hello Kitty 好酷，姐姐好酷，精灵宝可梦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这样，车车，好大哦，哇，这是台战车，哦，鲨鱼战车。
精灵宝可梦皮卡丘的这个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哎，这个是另外一个，也不对，是这个一样的。我是哪一个？整理好，这个是一样的。这是什么？机器人。对，这个是机器人。是什么？它是怎样？哦，也是这个，就知道的，它就是那个回转的。我上次有抽过。皮卡丘的转转当中，这个精灵宝可梦的皮卡丘，原来是机器人，是机器人的陀螺，没了，没了。你们把精灵宝可梦的分一遍，我看有几个。我们来做的精灵宝可梦麦当劳出的，一二，然后三四五六，是不是？六，然后七，然后呢八，然后九个。九个好像太少了哈，没关系，还是一样可以做精灵宝可梦抽抽的专题。只有三个机器人而已。嗯。然后这个车主好好笑。那我看一下这个车主。我们就这边有二十个嘛，就分两种好了。那个 Hello Kitty 抽抽的，好不好？跟精灵宝可梦抽抽的。车主很好笑。然后这个车主的车主很好笑，车主很好笑去旁边。然后还要拿一个跟精灵宝可梦抽一组的是哪一个？鲨鱼的车车好不好？好啊。嗯。这个车主不好笑。他有没有车主啊？嗯。这车主超好笑的，屁屁头。好，希望你今天记得订阅我每个晚上六点多就是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下班，放进去呀。你把玩具摔坏，你把玩具摔坏。直接来一个一个放进里面。就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，巴巴拉巴拉。这边呢，一个玩具10块钱，我买了20个，运费70块，所以花了270块。好，拜了。